市抵郑家颖和事后胡杏儿今天一同出席某知名汽车品牌的新车揭幕仪式。胡杏儿黑色蕾丝改良旗袍把好身材完全凸显了出来。对于有报道拍到杏儿男友黄宗泽在中环夜蒲与两名女子身贴身合照，杏儿先表示有留意到报道，指男友是一早已经向自己报备才外出，只是没想到被拍到，又认为只是一般跟朋友喝酒玩乐，自己并不会生气。其实我觉得只是一般跟朋友去 喝酒去一起玩吧，就没有说的那么严重了。而且他们说他给女孩子围着，我觉得也是做这一行就是受欢迎是应该的吧，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身旁的郑嘉颖因此不停大赞杏儿大方，又言自己对找女朋友的要求高，像杏儿这样便差不多，但是自己却仍不急，因为八爷自认为市场还是有的，也不会卖不出去。还没到那个地步吧，还没需要人家介绍吧，现在卖不出去吗？有那么严重吗？你觉得呢？需要吗？介绍，你要介绍？不需要，不需要。那还好，我心里还过得好。你的要求太高。我的要求很高吗？对啊。像你差不多行。你什么意思啊？我像你这样那么好的女孩子。OK OK OK。差不多能。